血脂真的比富良野差、欸，富良野都粉，真的、哦、不是差，因为你要有新的盖上去才是。没有新的。这里就是旧的，一直被风吹，然后一直粉，啊、一直吹。还有下雪的机会吗？最近没了，就昨天而已啊。啊，就昨天而已啊。啊？这里就变成实在的训练。超实在的，我好害怕哦。为什么等一下还要下这个 lift 啊？好恐怖哦！那是绿线哎、欸，那是从头到尾一直线滑下来。不是，下 lift， 往前滑、啊。等一下下这个 lift， 我就懒得不知道为什么都很紧张。应该是还没忘记了下面会动的感觉。其实下面会动，就让它动啊，就动啊，就动啊，一秒五公分而已。这动很慢，是對對對这是你觉得很理论上都可以，但你在心理层面就很难。没有啊，就是你忘记了当初你这个洞是没有在管的，可以边洞边穿鞋子，搞不好都行。哦，当初、嗯、对你自己忘记了，就是都忘记了，翻脸了，翻脸，好恐怖哦，怎么变那么恐怖？很好笑哦，我也觉得很好笑。这里没开啦，嗯，所以一下车。要保持速度，横滑很远，有个绿绿的弯过去以后才下。真的假的？又是绿线，那个要滑很远的。不然你用走的、啊。那不然还是就再坐一次拱多拉滑下来。啊？你也要这个滑完才再坐拱多拉？你说这坐滑完都不知道几分了，是？这个滑完差不多，这个滑到路过餐厅就可以去吃了吧？我认为。对，我也搞很久了。哦、oh, ，maybe 哦。这里他只带我们练过一次，他大部分带去刚刚那个有交叉口的地方。等一下我们会走那。我的盖口怎么一直起雾啊？真讨厌。嗯。你的鼻子的气有跑进去了。对啊。就是这样。把口罩往下拉就。你要纸巾吗？不用。我帮我带纸巾。这里还风还蛮强的、欸，我的血管感受到了压力。这里还有草、哦，刚还有石头是不是？我觉得是石头。对啊，他吓了一下，我也跟着吓一下。走，这边围起来了。以前我们是下来滑这个的，但是我看那雪道介绍，他说这里是非压雪。平常就是啊、哦，但是我记得我们之前滑这里是压雪道啊，就觉得很奇怪。有感受到风力吗？正前方风力。哦，好恐怖哦！真的好恐怖。对啊，我觉得口罩都被我弄湿。我们等一下下车快逃。快逃！被我弄到，我可能会跌倒。我千万不要这么说，就站好。这里有开哎、欸，这里有开哎、欸。哦，有开什么啊？但是因为我们要自己吃别的，所以要横着滑。然后你好了，变了，好恐怖哦！往右前方，下来很不滑，很平，所以我们要推走了。好，往前。但是你到前面再穿吧，努力走路。
不滑，你等一下会嫌，你等一下会嫌不能前进，所以你一起来就直板吧。真的。好啦，知道了。会动不了，会动不了，从头到尾都不要刹哦，会动不了。他还在弯呢，他在弯就是在刹，所以他中间就会停下来了吧，动不了。不用刹车，来这边，来这边，这里可以减速，用波帮你减速，直直下来就好了，就会慢下来了。去这边就慢了，没了。啊？没听到哈。好了，没事。前面左前方是餐厅，可以去吃饭。这里很宽，超宽。不是水，是雪。休息吗？对啊，这边也可以过去。
可以啊，看到啊，餐厅就在左下角。嘿啊嘿啊。餐厅，餐厅。你走这边了、啊，你走右边了、啊，怎么太阳了？哦，哦。一宿一宿。哎，对不起。Oh, man.